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新中国成立70年来，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，其中谷物、肉类、花生、茶叶、水果等产量持续位居世界第一。这是一个年轻的节日，也是一份古老的千年。这两天快递真多，丰收节嘛，来来，谢了啊。我妈网上购了好多，说要带给大家吃。给我提一下呗，不给。给我，还给我。秋分这天，我们再次迎来了中国农民丰收节。这个节日汇聚了全中国人民对那座山、那片水、那块田的情感寄托，接受着农耕文化千年生生不息的精神熏陶。哎，那我家。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继续。哟，马上俺老家。老乡。嘿嘿。多大天快见。明年我头打方舟，我马姐。回首70年，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提高到2018年的65789万吨，全国耕地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1996万公顷扩大到2018年的6810万公顷，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。要我们大地的感觉，奔腾的气象。70年来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，迎难而上，开拓进取，奋力前行。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，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。